大家好，我是豆豆。今天又是愉快的一天呢，我们的梦琪终于重做了，这一下改的把我改的更萌了。我们来一起玩球吧。说好了一起玩球的，你为什么要打我呢？我先追一个泡泡防护一下好了。让那些女孩子看见我的身体，那该多不得了啊。哎，反正也没有什么事情，我们先把对面的红 buff 给拿了吧。小红，我们两个来一起玩球。就打死他好了，反正也没有人看见，我们继续和小红玩球吧。玩着玩着，小红就突然的倒下了，是这个妲己。已经没有什么好待的了，我们继续回到上路找花木兰玩球吧。我们飞奔过去，直扑他。弧度是多么的大呀！哎，这一下还给撞墙。还跑了呢，不要走，来，我们一起来玩球吧。对面的鱼鱼不要走，我们一起来玩球吧。玩着玩着，你怎么还把我的球玩炸了呢？小卷卷锤。小兵很值钱呀。哎，对面的小花花来了，前两次你怎么跑得那么快呢？我小拳拳，哎，这话又没说完，他又偷。我们不要慌，先用我们的小拳拳拿下小云云，再一巴拉的拿下对面的小狐狸，再给对面的花木兰来个300。那我们就回家吧。作为峡谷中的可爱一哥，拥有着随时坐飞机回家的权利。又碰见了对面的小花花，我们不要让他跑了，叫住他，对他放个球。妲己迷住了，旁边还有一只小鱼鸡，是我，那我们就跑过去和他玩好了。那我们就伸出我们的小
我们不要管他，我们这次的目标就是对面的小妲己，推他两下直接把他送走。继续和小鱼鱼玩吧，小鱼鱼来给你个球。哎，他也想跑，那我我们的小泡泡挠啊挠啊挠，然后他也没了，多么朴实无华的四连超完了。哎，这一局又